今天好冷，好冷，好冷，好冷哦！今天好冷，好冷，我快冷死了。今天那个限动是怎么回事？那个限动是跟你们分享，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今天太冷了，我跟你说，我刚刚起床。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Kate 晚安。我超冷的。今天非常冷哎，我穿了两件外套，我都还是觉得，哦，好冷哦。不是说不怕冷了吗？怎么会这样子呀？不行，今天好冷哦，今天太冷了啦。喂，今天好冷哦，吓死我了。天气蛮冷的，那天天气非常冷。那天天气跟今天差不多，但是我们那时候在练习，我们那天在练习，然后就啪嗒啪嗒。现在那个线都好看吗？你没有看，它是影片哎，我给你们看，我这边长一个大痘痘。还要喝水，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我刚刚睡着，然后呢，你不怕冷是骗人的，但我昨天跟前天都真的没有很冷，但是我好想你，想你，也怕被你丢，我直接把你的留言往左滑。我刚刚睡觉的时候起床，我的舌头是干的，你知道吗？我舌头超干的，所以现在喝水。我今天又没有折被子了，所以我们只好不要，尽量不要动。我刚看到宝贝在播哎，没错没错，德全念完了啦。睡觉是张着嘴巴睡，我就开着暖气，然后。就可能就张着嘴巴睡吧，就之类的。啊，我的舌头超干的。你们会有这种困扰吗？我的 IG 照片好看吗？然后我跟你们说哟，我今天有化妆。那我再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差点要睡过头，但是呢，我就起床了，我就去上学，我好棒！为什么蹦蹦喜欢在我传直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因为手机呢？就是手机在这。对我来说怕。Hello， 黑流星，没睡过头，很笨。你念完了，现在又来跳，我才不会。莫豪晚安，世韵晚安，可乐王晚安。Hello， 哲伟晚上好 ，L 晚上好。你们喜欢我昨天发的吗？没有，你们没有看到我最后一张吗？我最后一张有穿衣服哎，我最后一张是。那个我外面有穿了，我外面是穿那个毛毛的毛衣，所以我不冷。
大家不需要担心我。虽然呢，就是想要补一下妆，是毛毛的 hoodie， 毛毛的那个毛毛的帽 T。今天不正常啊？今天很准时吗？我刚刚被国妈说，国旭七点你还在睡觉，你不知道直播吗？然后下一秒说，你要不要喝饮料？我好想喝奶茶哦。我说，好，我还在睡觉嘞。我昨天穿的衣服呢，我昨天穿蛮厚的，然后呢我量体重，我50公斤耶，不知道是穿衣服的关系还是又增加了体重了。格雷捆国式的小五宝宝，嘴巴好关好乖哦，好干哦。V 果果还要准时，某方面，都有。九层塔炒蛤蟆，炒蛤蜊。这是铁块，你妈妈们搞不好比你。记得清楚歌词才没有，一来就听到。对呀、啊，我最近吃超多的，觉得有胖了。我最近腰、猪排、踢脚，你说怪不怪？刚刚的发言真危险，为什么？胖子，我不信，体重计坏掉的吧？才没有呢。被国妈不要小看国妈、欸、我们国妈是芭蕾高手欸。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国妈以前是念那个舞蹈学院的呀，我应该有跟你们分享过吧。我最近呢看到，多喝水就是皮肤不是会有改变吗？就是一天喝3000cc 吧。我就看到那个对比图，就是照片的那个人，他就黑眼圈不见，所以我最近很认真在喝水。下班好，等你哦。你要回来哦，哥哥只喝你那样。哎呦，有变胖吗？3000cc 不喝水肿。好，我开，慢慢开啦。我想要找猪宝宝一下。所以那个体重都是，可是我刚吃饱，就是我那一天，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那一天总共吃了什么，晚上量的体重。我那天上学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我们学餐的，哦，学餐好好吃哦，我就买了一个榨菜肉丝面，吃完之后大概过了2个小时之后就放学了。反正过了几个2个小时，反正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学了。我在骚扰他，好看你 IG 的性感照好看吗？应该是有长高了，没有啦。Hello 玉 ，Hello。
那个榨菜肉丝面很好吃哎、欸！我之前不喜欢吃榨菜肉丝面，我想说就是听名字不好吃。但有一次跟古爸去吃馄饨的时候，他就点，我发现榨菜肉丝很好吃，就酸酸的。然后我昨天还有点，我昨天点的是汤的，然后那个汤就酸酸的，很像酸菜白肉锅的那个汤，有像吗？反正就是好喝。哦、我跟你说，我们学校食堂的东西超好吃哎、欸，非常好吃。然后我放学之后又去吃的学餐新开的，算是新开的吗？我也不理解，就是还算新啦。他们的香菇肉燥面啊，我回家之后又吃了稀饭跟晚餐，然后呢，我晚餐又吃了一份干面，又更巨了。你真的是吃货的锅，而且真的是我都有吃完哦。我心想说，哼，我胃口也太大了吧。我那天吃了四餐呢，我都吃面。我找不到我的小刷刷。冬天容易饿，是齁。可是我昨天又二次发飙，吃面比较快饿。哦，是这样子。好吧，但我还是吃的比平常还要多，我骄傲。好饿哦，哇，好 ，OK， 现在又饿了，然后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刚刚回家的时候，大概五点多。五点多的时候呢，吃了面线跟甜不辣，现在又饿了，怎么那么饿啊？最近是不是过得的太开心了？或者是因为最近运动量蛮大的？面线很容易饿啊！啊，你们不要这样打枪我好不好？跟你们说哟，国妈今天煮了，国妈今天煮了。咖喱饭，运动是哦。而且我跟你们说，讲到运动，我昨天被我的朋友逼着把我礼拜五退选的职能核心职能加回来了。怎么话如此的多呢？是不是睡饱了？我没有打枪你啦，对呀、啊，那是啥？就是运动课吧。然后老师还说，哦，周日还有什么观摩的，周末还有什么观摩的，就是会出去观摩什么的。我也没有很认真在看，我心想说，我假日没空，拜拜。核心指的就是类似体育课的东西吧。然后你们知道是几点到几点吗？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我是那个，我跟主持，那我找他。等一下再找他，让我画完我的眼睛。我认真在画我的眼睛。真的，大啦啦！眉毛只有一级，你说我现在吗？哪
我前面有眉毛呀，什么意思啊？那你就是要我再画的意思咯。什么意思？这样子我眉毛只有一节，这样看来我才紧张。为什么？你们知道，就是呢，脂肪的部分，肉肉的部分是可以伸缩自如的吗？我其实是乳夫本人啦，今天算好的吧？什么意思？今天算好的吧？要一个失言的发言。什么意思？哪有这一节呀？哎，双眼皮不见了，先回来一下好吗？谢谢。看到你 IG 的性感，喜欢吗？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画个什么东西的，不过没关系，好看啊！不小心真心话，应该不会拉二连二拉二吧？不准，最近眉心靠近眉心，这样子有好一点吗？因为我刚刚起床掉了嘛，这个学期应该可以过吧？这学期更困难的感觉。Hello， 志宏，辛苦了，志宏，你等下有空我再跟你说话。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你今天会化多久的妆？不会啊，我大概就长这样，就可能等一下就是随顺手又补个两三下啊，这样子。啊，我的腮红呢？德全很喜欢，腰好细。没有，其实我偷偷推了一下我的腰，那个肉有点炸出来。有缩腰，拍照的时候要缩腰，不然会。而且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就是长，我真的觉得我长肉了，因为我放松的时候有，我放松的时候有腰肉哎、欸。就我通常之前放松的时候，你们是看到我的柜子是没有肉肉的。如果哪一个贴文你不喜欢，好有这么会讲话哦，真的很谢谢。我的还好只有几秒，不会了，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刚起床的被子。我说的背景是101那三张。等一下哦，果果平常也是会，我平常上学不会化妆，绝对不会。但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我的眼睛很肿，我就是想要遮瑕一下。啊，珠宝要下播了，那我找他一下。宝宝，宝宝，宝宝，很荡吗？啊？我今天很荡吗？你今天很荡吗？会很荡吗？啊，很淡吗？很淡。我今天很淡你。我说我今天会很荡吗？很荡哦。哦，很荡哦。哦，很荡吗？不会很荡啊。我换手机了。我想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要一起去逛街，结果是你已经先买了、啊、对，那还要一起去逛的呢。我已经没有理由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没有出门的理由了。哦，没关系，我还想逛街。不行，我不能逛街，现在不行逛。那没关系，等你。我今天本来想要去找你，我可以陪你逛，但我不能买，我最近要省钱。
我最近跟竹妈说，我最近忽然之间爱上就是省钱。然后你知道我最近 YouTube 影片里面都是一个日本的家庭主妇，然后她是教大家如何省钱，就是你要怎么样买，就是比如说家里的食材，或者是你要怎么买家里的东西，你可以达到一个最省钱的方法。然后就说最近跟竹妈，就是我就跟竹妈分享说，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忽然间有一种对这种省钱的事情忽然间有一点上瘾了。然后我现在手机里面影片就是家庭收纳，然后如何省钱，然后哪里买东西比较便宜。我保持着观望的态度，没错。好，那讲完这个省钱之后呢，我就跟你讲，其实我就是我的那个某宝的那个购物车里面现在满了。我跟你说，我最近很想要买 S 开头的那个。就是既然你要省钱的话，那我他就丢很多很多给你，就是我看到的衣服搭配链接给你看，有 HM 的，还有 S 的开头的。可以啊，他们说你的表情看起来就是在怀疑，然后他说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啊，你讲什么我都不相信你。那我跟你讲，有看，我跟你讲，我是真的最近有就是想要开始学习如何就是做一个省钱的家庭主妇。好。你们大家可以一起观察，看我最近可以支撑多久。我赌一个礼拜。他们说 Mina 前辈是最会省钱的，省钱的家庭主妇嘛。对啊，哎，现在有人打赌三天啊，有人打赌一个礼拜，你要赌多少？你要赌多久？我赌一个礼拜啊。你赌一个礼拜？省钱一秒吗？三天。他说省钱，逗号，一秒一秒约。哎，我跟你说，我昨天就想说我要省钱，我这个一个礼拜就是去学校只就一个礼拜花1000块这样子，我是不是不应该讲出来？结果呢？没有，但是我昨天就花完我那一张了。你会不会有夸张宝贝？我被口水呛到。还好吗？但我今天又重新开始执行，我钱包里面目前是还饱满的状态，但是因为两天了，哦，但是因为我现在呢，就是我几乎都不出门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冬天还是怎样，我现在都没有出门，所以其实我花的钱很少。哦，对对对，不出门就可以不用花钱，而且家里，对对，然后加上家里的东西，就是我都是一次性买很多这样，然后就慢慢吃慢慢吃，所以其实好像。但我今天晚上是吃外送，没错，对。那你省钱有包括就是没有要做小黄这件事情吗？宝贝，我哦，你有时候不是会那个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出院，然后我没有办法开车。哦，所以你平常大部分都是那个？对啊，我以为你大部分都吃小黄诶。没有，我都是自己开，外送不错。那我也想省钱，那你可以来载我吗？嗯，也是先我就已经不出门了，在你的宝贝。你相信会相信在省钱吗？不过说真的，如果刚好我没有要刚好要就是路线上 OK 的话，我当然是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会出门啊。如果可以载你的话，不会，我们的路线是相反的。不会啊，你是往上吗？还是往下？我是往你的反方向，真的，好伤心哦！讲省钱，没人比得上 Mina 前辈了。我最近爱上省钱，买了6000块的麦克风，哎，被发现了。那是在爱上省钱之前，我就买了一个麦克风，一直到只要果果常带小黄，果果才是小黄，小黄，小黄。对啊，你真的一直小黄，小黄，小黄。那我就是得去考驾照。我最近也想要考摩托车驾照，好可怕、哦！而且、我突然理解我说我想考驾照粉丝的那种心情了耶。为什么？不知道，我觉得好可怕。对啊，一瞬间理解了。你好过分哦！你要相信我吧？哎，你有坐过的车吗？有啊。
对啊，哎、欸，好像没有哎、欸，啊，真的假的？是竹吗？那时候是竹吗？哦哦，那次是竹吗？在我印象中，你是会那个在，就是我就是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刚好在开车，说等一下我就打给你哦，然后下一秒就说哎呀，这个在干什么东西？是有这么一个回事。但是因为真的，就是最近大家开车真的都要小心，因为你知道前几天啊，就在我的面前哦，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是 everybody 都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那天呢，我那天就是开车嘛，然后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前面就有一台车，就是好，我们是一个十字路口，然后我在这边，然后对面的呢要在我前面左转，所以他就刚好转到我前面那一台。结果因为你知道，因为下雨下太大，就是雨下太大了，所以视线其实不清楚，所以他在转的时候呢，他就转到横的那一条的另外一条对向车道，就是他就是这样子转弯过来，就是到这里来。对对对，他就转到错误的那一条道路，他是而且后面那台车呢就是跟很紧，所以差一点点就撞到。然后他是后来后面那台车是先绕过他过了以后，他前面那台车是倒车，然后才又成功转过去。所以我跟你讲，大家真的在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开车求求求求大家，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都是慢一点，好不好？慢一点，慢一点。对，他就转去逆向了，超恐怖的。果果今天完美切割主厨，哎，赞赞。什么意思？我哪有最爱宝宝的？啊，难过呢。哎、欸，我跟你说，我就是我想要去考驾照，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都考起来，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上下班时间自己坐车开，自己骑。就自己啊，自己还没考好驾照，就是想那么多了。但是说真的、哦，你考了驾照以后，你要赶快上路、哦，因为在驾训班上课的东西，跟你实际在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你开在路上的时候，你如果太就是考完驾照，然后你没有立刻开的话，你就再也不会敢开了。真假的？真的很多听啊，有听到很多是这样。你就会不敢开。可是我真的觉得上下班时间好可怕，非常超级可怕、欸。好想去考，我最近好想去考哦。我也是，我最近好想考摩托车驾照。可是因为现在最近是下雨，我想说等雨就是开始没有那么频繁的下雨的时候呢，我再去考。因为摩托车一起去考好不好？嗯，可是就是摩托车怎么一起考呀、啊，宝贝？不能一起考吗？我是说考。笔试之类的，不能在同一个时间考吗？是应该是可以，可是要那个，我们要有会的人叫我们去考，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骑去。哦，所以他们那边不会有车哦。哎、欸，等一下，对不起，插播一下，他说上下班可怕的是车没有在动，真的。啊、哪有啊？都有那种车在乱窜，我每次坐都觉得。坐小黄觉得很可怕耶。没有，跟你讲，我之前曾经有一次上下班，然后我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那天好像是刚好去工作完结束要回家，然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我忘记我是去哪里了，反正我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这样，然后我一上高速，我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呢，就已经先塞了大概半个小时在平面道路上面，然后呢，我好不容易上桥了以后呢，我就在桥上塞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离开那个工作的地方。好吧，是可怕的，是可怕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应该还好吗？还是会等得很觉得很烦，脚会很酸，就是因为你没有，如果它是那种时速五的话，你就是要一直前进，然后你又不能拉手刹车。哦，其他驾驶我当时害怕我没有感冒，我是过敏。啊，你过敏？我开车应该，我开车，你开车好了。其实最近竹马有说我开车有点太猛。哦，考场是有车的、哦，考场可以用考场的车，是不是？不然你要先买吗？还是你家就有？我其实有摩托车，然后可是因为我以前可以骑50，以前汽车驾照就可以骑50。但是因为现在不行，所以我就要重考，就很烦。现在不能骑50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改啦、啊，现在就是你所有摩托车你都要重考，你有机车驾照才可以骑机车。哦，不太一样吧？
今天出去吃个出去买个便当花了50分钟，哇，花了50分钟买一个便当吗？哇，是辛苦的。他们都说考场的车很糟糕，很不好耶。对啊，他说诗源前辈有泼过，下雨也收敛一点吧。最近下雨，对啊，我最近下雨就是开比较慢，就大概50吧。听说考场车很烂，那我们还是不要用考场车好了。你有吗？我国爸会载我去吧，如果我要考的话。嗯，对啊，就是要这样，就是竹马也会载我去，所以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很难一起考，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会，我就可以载你去考；那你会，你就可以载我去考。可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我们就那我先去考，然后呢，我载你去考。嗯，我还是搭保利的车好了。哎，我给保利载过哎。真假的？有一次他住睡我家，我们练习。哎，我都没有坐过保利的车哎、欸，真的没有啦，那个汽车哎、欸，不，摩托车。对啊，对啊，我就没有坐过他的车啊，要跟他，他没有载过我，他载过我耶，真气，笑你。他们大家都说要考，要骑小一点的车去考，哦，比较好，哦，考场的车不太好控制，自己的车会比较熟，自己的车会比较熟，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摩托车，因为你平常如果要去空地练的话，你会用自己的车练，骑自己的车去考的话比较好。宝贝，我刚刚想要跟你联播，就是想要跟你分享我的新的打猎，好喜欢呢、啊！好，我看这个，我有点……哎，我跟你讲，我好像有一颗一模一样的，你打开来我看一下吧，宝贝。我的颜色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网络上面买的，所以它的颜色很好看呢、欸。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是粉红色的吗？我是粉红色的。是什么颜色？粉红色的啊，我是收到的生日礼物，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我已经没有在，我现在用的都是 ，no， 好像是那个 ，no， 这个，好用吗？嘟什么嘴？好用，我觉得很好用，我觉得很欧美。买。买，我那时候是公关品。哦，原来一千就是这样没了，不是，是吃饭吃没的。啊，你可以吃一千，你也是蛮猛的。你吃了什么？嗯，哎，吃饭就是要吃一千，而且这是全家零食，对不起，便利商店零食买一买就200-300块而已。你很夸张哎，你真的很夸张哎。哪有啊，上课就是要吃零食啊。没有，学餐的食物很便宜，我喜欢吃学餐的食物，因为很便宜。好，我说好看，抹在谷歌脸上很好看，谢谢。然后说主播今天好漂亮，谢谢。我的一张没了是因为缩小。你赶快去考驾照啦，因为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去考驾照，是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嘛10的嘛，然后10的时候呢是根本不会包交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有交通嘛，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 reset 公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有车嘛，可是我们以前工作是你要自己到现场，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因为我比如说一天有3个工作。那我觉得我又没办法说我竹妈载我，然后说那时候是他搭电车到第一个地方，然后再搭电车到第二个地方，再搭电车到第三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地方之后竹妈才会来接我，这样。嗯，真的太贵了，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就是入不敷出，然后才决定说那一定要赶快考，这样。我觉得我最近也有点这种状况，所以呢得考了。对，得考。对啊，那个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接案子，你要自己到那个案子的地方，这样。好想考哦，怎么办？
可是台北市机车很难停车哎、欸，不会吧？我看到蛮多都是机车停车位，我每次要停汽车的时候，我都找到汽车停车位，一大堆摩托车停车位，超生气的。汽车的停车位都很贵。对，哎，汽车的是多少呀？汽车的台北市的话，通常是一个小时40，然后假日60。然后新北市大概是20-30，然后一个小时40-50这样。但我家现在没有车，我就觉得好不想去考，因为我国爸之前因为住台北市不会太常开车，我国爸也不常出远门，然后他就每个月要缴停车费，他觉得很浪费，他就把车卖了。那你跟国爸说，国爸，我的生日礼物想要你。生日礼物还不错哎，可以去体验看。你就说，不然我想看，不然就是这样，就是你跟国爸说想要这个生日礼物，然后头款呢就是国爸帮你付，然后到时候那个每个月贷款钱，你就说国爸，我可不可以跟你一人一半？那一人一半，我还有人要我自己付，一付上你就不能买。对，我会那个身重，那个背负很重，对，没错，负担很重。没有，俊佳，我跟你讲，不是只有一零，就是每一个公司其实都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车子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开心的。嗯嗯嗯，对啊，当天赚的都缴完停车费了，完蛋，一人一半，你好意思哦？生日礼物嘛，对不对？对呀。一人一半就觉得很棒了。是靠霸主吗？完蛋，欸，你知道我今天才在看那个，你知道有一个那个D 卡有一个影片，他们有一个什么 YouTube 影片，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有说你是爸宝或是妈宝吗？我就在看他们大家说啊，到底大家是不是爸爸，是不是妈宝？完蛋，我好像有一点。那大概有哪些？我应该也是个大型宝吧。宝贝女儿生日要一台车，应该是可以接受吧？他们大家说是主宝，他们大家说他们是主宝，有没有国宝的？快举手，主宝举手。哦，对，哎，宝贝，你等我一下哦，你刚问我什么问题？你先说啊，什么？我忘了。我们刚刚是什么话题？哦，我说那个，哦哦，对对对，爸宝妈宝，然后三宝，就是他说，哎，我跟你讲超夸张，说，忘记带钱包，然后要他妈妈送，你不会有吗？哎，我之前小学，因为我学校就在家里旁边，然后每次忘记带课本什么的，然后午餐都是姑妈送给我的。小学一定的啦，小学我忘记带东西也会跟祖妈说，妈可以帮我拿一下吗？没有，或者是在学校突然想要喝饮料，可以帮我买瓶饮料过来吗？真的假的啦？真的耶，好脏哦，宝贝，你这样行哦，你这样子不可以，你这样真的不可以。我跟你讲，我就是比如说，可能作业忘记。老师说一定现在就是要交，所以我才会现在立刻这样。没，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我家里离学校大概就是3分钟，就在对面这样子。我也是啊，我也是啊。对不起，那我错了，我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没有。啊，我现在也没有了。然后，但是依旧是妈宝。我也是妈宝。我想看还有什么，他那时候还有说什么？我原本以为你是小公主，看来果果才是了。你是国小公主吗？我是竹大公主，然后你是国小公主。对，我想看哦，我想看他还有说什么什么什么，爸爸还会送茶给他喝，然后他就拿茶来喝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我想看，我那个时候有讲一个蛮夸张的，该不会我中了？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天哪，这个真的不行。但是我没有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
妈宝这样。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很妈宝的行为吗？你说我吗？嗯，说真的，我比起跟就是跟朋友出去玩，我是真的比较喜欢跟我妈出去玩。我真要这么说，我也是，我很喜欢黏国妈。可以陪我去哪里吗，国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对，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呢，就是像我们家宝莉呢，就很常说啊，你就是很难约啊，就超难约。然后我跟你讲，我唯一会被朋友怂恿出去的，就是去吃东西，因为竹妈呢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吃东西的人，就对她来说，能吃饱就好。我爸眼泪滑落了，已经不是爸爸了，是吗？我懂的，就是不会啊。我有时候都会去，我每次都去找国爸，就是这也是我超喜欢找国妈去吃东西，因为国妈跟我一样爱吃。哎，插播一下，他说那国小公主叫国小公主，那国的舅舅怎么叫国舅？国国的老师怎么叫国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问。好，还好你妈妈很喜欢去吃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你妈妈一起吃。我上次不是传给你一间舒芙蕾吗？我就跟国妈去吃，那间真的很好吃。我不是很喜欢舒芙蕾。啊，你不喜欢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吃哎、欸！我是带你去吃的，好想吃甜点呢。我很喜欢吃松饼，而且是带油。国妈。我要问国妈要不要吃甜点。我妈今天煮咖喱饭，很开心。国宝跟博物院非常多啊。我其实也是长在那里的啦，在那里真的啦。对对，看过我。我被还记得。下播了啊？没有，我才刚播。我在说我的咖啡厅，给你看。等一下，刚刚有人欺骗我耶！他说：“宝贝，猪宝宝要下播，还不赶快找你？”他们是不是不想跟我聊天？我跟他一进来我就疯狂，刚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应该有点耳朵疲劳了。耳朵疲劳？耳朵？哎呀，有点耳朵疲劳了。还没，果果撞到的东西是不是要国赔啊？什么意思？啊，Lingo！哎，这个塔瓦哥，这个、不能念了，这个、不能念，塔瓦哥，这个不能念。想起咖啡了吗？对啊，我的咖啡，我在收咖啡。我最近，我跟你讲，这个游戏我真的超爱的，果宝贝。你说。这个游戏呢，就是陪我度过我住院时期的每一个瞬间，是有感情，革命情感的，对，革命情感。别想郭妈咪呀、啊！哎，你怎么在这里？要不要吃甜点呢、啊？国妈你好，哎，祖祖你好，你身体好一些了吗？我刚刚不说我是大型吗？巨哦，国妈说是巨型，不是大型。哦，但是巨型怎么办？没救了。我也是。我最近快救救果果、啊。怎么了？还是大巨型妈宝。我爸我也是哎。真的吗？难怪你们两个是一对哎。你知道，因为国妈很想要买那个泡脚桶，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好用，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买哪一种。然后我那天就发现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就是我家狗狗的浴缸。而且这是因为它不能是长方形，不能长方形，不能是长长的嘛。然后它是那种小小浴缸，就很像小宝宝洗澡的那种浴缸。然后呢，我就那边就装了水，然后我就端出去那个沙发跟姑妈一起泡脚，然后还可以放两只脚，我们两个就泡得很开心。是，那我跟你讲，我推荐你一个东西，听说在某宝上面啊，你可以买到一个泡脚的那泡脚粉，然后它是有中药的，它对身体上听说蛮好的，听说蛮有。我有在虾皮上面看到，真的，
虾皮可以讲，对。我最近想要买，去上网啊，对啊，我要帮竹妈查那个，那个衣服香氛。真的哎，果果每次考试都是国考哎，一定很辛苦，很难。Hello， 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一下。哈哈，很好笑哎，怎么翻不过来的？等我一下，我要跟你分享。谢谢好吧，拿墨子了，就这样吧。好可爱，而且那个在喝脚水，没有，他在玩啊，在捞那个水。人家是猫舌头，不会喝这么烫的水，好吗？哦，是是是是。我在想点菠萝油，但我怕我放在冰箱。那还有一宝是什么？什么宝 ？TTP， 我宝宝还有哪一宝？妈宝，我们两个。猫无言，可怜的Tiger喝脚水，洗脚水，洗脚水，洗脚水。你这样动感觉很不错。什么？我在点五叉号。哦，哎，听说很好喝，哎，很好喝，很好喝。我妈喜欢喝那个，真假的？喜欢加杏仁豆。我都没有，我都还没喝过哎，因为他们那时候说还不错，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尝试过。下次有练习，我带去给你啊。不用啦，我最近不能喝，在练，是我在练身体，我不尽量不要喝甜的，我还在冰的，不要喝冰的才是真的。对啊，不要喝冰，我最近很认真在戒冰的，但还是会喝饮料。Hello， 嗯，没关系啦，你多吃点。我变胖了，你变胖了，很好啊。50，都差不多哎、欸。你现在50，对啊。你50，你不是掉了3公斤吗？嗯，本来到48。哦，3公斤，忘记了。反正那时候就是不小心胖到52，哎。哎呀，哦，还好，那还算是。我那时候。对，萨库拉烧肉嘛，然后52啊，直接公布体重，那时候52，然后后来是瘦到48，然后快要掉到47，那时候住院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出院以后，然后就开始慢慢吃，就开始变49，然后呢开始可以吃以后，就开始咚咚咚咚，那我现在50，很棒很棒，我大概就在48到50之间徘徊着。你看我现在都不需要用瘦脸特效，我没有用欸。啊，你现在不用用了？嗯，我没有用。我好像，我看看我有没有用。我有用大眼特效。瘦脸是吗？瘦脸，我好开一个瘦脸。这样有好看吗？没有，看起来像外星人哦。是自然比较好看。嗯，你50还是过轻？不会啊。没有60啦，谁跟你60？没有58啦。我最近为什么在练身体，就是因为住院期间身体的机能掉很多，所以现在要再把它养回来。怎么那么可爱呀、啊？哎呦，你要我床上翻滚好不好？哎，我棉被没折，对不起。哎呀妈！他是在冷吗？娘娘。好可爱哦！我有加给你看那个我帮 Tiger 剪指甲的影片。他乖吗？很乖，超乖的。那么 Tiger 在吗 ？Tiger 呀 ，Tiger 不在，不能在房间，他就不会在。啊，那他会为了在吗 ？Tiger，Tiger，Tiger， 猪猪找你 ，Tiger， 来到这儿。看，多宝看。他又要生气了，自己在自己生气呢，他在自行生气的。你要不要跟猪宝宝打个招呼啊？哎呀，你看见你，看见你，看见你，我们要跑走，他就跑走。现在你可以叫 Tiger，Tiger，Tiger过来。
找你。还是 Tiger 比较爱我 ，Tiger 啊 ，Tiger 我找你 ，Tiger 狗狗狗，一不不，不认呆瓜。啊？啊？不见了 ，Tiger， 他是在我旁边睡觉没有？他在我在这边，他可以没看到我在这边呢，骗人啊！其他的都是什么意思？国宝跟珠宝谁比较高？国宝啊，国宝比较高。哎，但是宝贝啊，按下去那里量要怎么量？可是我觉得你又比我高，所以我在想说你是不是也长高了？可是我真的比你高，对不对？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对，对。可是你知道我那天在家里，我自己用那个长尺量，然后猪妈帮我量，她说我现在已经173嘞。没，我没有效果。那 T 哥呢 ？T 哥宝贝，宝贝在哪？帅 T 哥，帅 T 哥，帅 T 哥宝。哎，什么意思？现在20。不会再长高了，可是我觉得我有长高啊！我最近我跟大家分享，你慢慢长，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我最近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我一直很少打开我的电脑，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玩我的那个 CS。好哟。然后呢？叫了这么久，宝贝，对不起，我插播一下，我叫了这么久，这是我的房间。提克啊，提克你在睡觉吗？提克，小宝贝啊，提克，你叫这么久，你都不听我，我叫你这么久，他在睡觉啊，我们吵到你了吗？好，那你睡觉，你继续分享。哦，没有，我就是只是想要分享，说我最近又下载手机的抱抱王，很好玩呢、欸。嗯，超好玩，你要不要下载来跟我 PK？ 哎、欸，我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等一下推荐给你。好。我刚刚想跟你分享一件事，但是我忘记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玩那个 Line Cafe？ 不用 Line， 你可以跟国妈玩。国妈加我好友吗？可以，我跟她说。我刚刚想跟你分享一件事，但是我忘记，好讨厌，想不起来。什么事？Tiger 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什么事来着 ？Hello， 昆虫，那跟你说昆虫嗨，昆虫嗨，昆虫是国霸，昆虫嗨。哎呦，我要说什么？我很想要讲，想起来耶。哦，我想到了，我说我应该有变高，因为我前阵子去敲骨，哦，就把我脊椎。搞正了，这样子应该是有长的哦，长高了。难怪你还是比我高，我还要再慢慢瞧，就是还要慢慢瞧，会慢慢变高。谢谢红包，哎，怎么那么好？我有红包，我拿到26块，拿26块哦。那我自己发一包红包。好担心，好难过、哦。红包，太伤心了、哦。然后我自己抽我自己的红包，只刷15。你怎么可以抽自己的红包呢？因为我就是喜欢跟他们打赌。哎，我这抽到第二包红包，谢谢酱酱宝贝的红包，我只有18，为什么呢？他们都实在是我很厉害，我抽红包厉害。哇，难过呢！我好少呢，我肚子没有长高。哎，有人抽39啦，怎么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好了呢？宝宝，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这个。Oh my god！ 我跟你讲，我以前也超爱玩，我超喜欢玩。哎，你知道玩到多少吗？玩到15779。
我跟你讲，我以前也很喜欢玩，这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不太想烧脑。我呢，怎么说来着？我高中玩到现在。我跟你讲，我高中、大学都会玩一些可爱无脑游戏。那你有玩那个吗？猫咪大战争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学玩翻了那个猫咪大战争。我没有耶，我就是我不太会下载新游戏。我的传说是从国中玩到现在。我传说就是一直下载，然后删掉，下载，然后删掉，然后下载呢。我就是一个很老的人。你当机吗？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啾啾你？啾啾王，人家族都发了，你不发一下吗？我刚刚是想说我也想发，但是我心想说我的就是不够，不好意思。没关系，宝贝，我跟你讲，我在我这里帮你发一包，好不好？好，大家赶快去，你得等，给他们十秒的时间。好，我给你们十秒时间来我这里，然后抽完以后再回去，我帮国宝贝发一包。谢谢猪宝宝，赶快去。传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吗？是你们那个年代出来的吗？不是吧？赶快的。国中的时候，我国中宝贝，我跟你讲，你说发我就发哦，所以大家赶快，我国只要一说发，发喽。十、九、八、七、六。5 4 3 2 1发，然后因为我们会延迟，所以要5秒，4 3 2 1，好的。啊，谢谢！哎呀呀，我也发给我耶，谢谢，这是工藤新一，这是我们家酱酱宝贝。工藤新一是酱酱宝贝，对啊，酱酱宝贝。哦，你怎么改名字？还有认不出你。各位说谢谢国宝贝的红包吧，那大家要记得回去哦。谢谢猪宝宝的红包，不可以因为有红包就不要回来了。对啊，要记得回去哦。我这边没发了，我不发了。可能他那包那边发了，但我这边不发了。好哟，我被游戏吸引走。你已经，我来看一下我的这个，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咖啡厅。哦，等一下，一凡的红包。一凡的红包，开心！谢谢布鲁的桃花和果子，谢谢你。你们再多发一些，我就可以发了。我大概还差200个浪花，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多，有一点一点点多，一点点，对，一点点多。所以你现在在玩卡费哦，卡费，对啊。他的全名叫 I love coffee， 但我都说他叫赖咖啡。我知道国妈很爱玩。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国妈还有玩那个三丽鸥的游戏，就是也是很类似那种。我可以传给你，很可爱。宝贝，我没有想要玩。我这个咖啡厅会玩是纯粹真的是因为谢谢酱宝宝在告白气球。他是，然后你说。就是他是纯粹只是因为他陪我度过了漫长的住院期间，所以他我对他有感情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停下来。好的，什么东东，他叫 I love coffee， 谢谢雪带巴的告白气球，我也有，哈哈。哎，带巴你怎么跑过去了呀、啊？赶快回来！哎，谢谢昆虫的红包，大家赶快！哎，我跟你昆虫的红包，谢谢昆虫。I love you, love you, 果果 ，love you。艾瑞克，你今天没事呀？哎，谢谢阿北的红包。对啊，他是赖的游戏。谢谢糖糖的真情告白。谢谢糖糖呀。谢谢代爸的告白气球告白，代爸。告白，刚忘记告白。耳机奖，谢谢耳机奖告白耳机奖。加油宝贝，该回来喽！加油宝贝，我就加油吧。不对劲了，金哥快来，金哥来了，金哥你来了，快来，快来，金哥醒了，哎呀，可爱啊！谢谢德田上的红玫瑰，好多好多恭喜。有没有中奖？哎，我送好多好多玫瑰的时候，我都会说恭喜中奖，我已经习惯了。我刚才恭喜，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中奖，有中奖没有中奖？
哦哦，是习惯了。对，习惯了。因为有红包啦，讨厌。谢谢大家。哦哟，讨厌啦。也是没有关系啦。OK， 我可以开迷你族群内交。嗯，赶快赶。也是红包了，哎呀，谢谢昆虫啊，哎呀。哎，他刚没有拼图拼到，赶快赶快。啊，谢谢昆虫。去国宝贝，快点快点，去国宝贝，国宝贝在哪里？我爸剁腰了。你爸剁腰哦？爸剁腰。有咕啾咕啾的声音。什么咕啾咕啾的声音？肚子咕啾咕啾。肚子是咕啾咕啾叫的吗？扑叽扑叽这样。不是吧？咕噜咕噜吧。就是我的肚子刚真的是扑叽扑叽在叫的。哎，宝宝，我跟你说，其实我最近有点想要省钱。怎么了？就是因为我现在买东西会看价，觉得。恭喜你！哎，宝贝，我找不到你，为什么会这样？你是老封锁了？没有啊，我搜寻不到。想要跟你分享说，我发现这个巧克力好贵，好贵，好贵哦。那是什么巧克力啊？我也有红包，为什么我没有抽到啊？谢谢宝贝，好感动，昆虫都好感动，好气我。恭喜你，你会看，你那是什么巧克力啊？那个剑缤纷乐，缤纷乐。嗯嗯，缤纷乐，缤纷乐。就觉得巧克力好贵哦，我有想要省钱。不用看价钱，真的，你真的以前是公主哎、欸。不是不是，但是这样很不好啊，就是你会忘记你自己拥有多少钱。恭喜你，你会忘记你今天出去花了多少钱，所以我最近有在慢慢学习。很棒，很优秀。我跟你讲，我到时候传那个，可是因为我的那个啊，是我的那个是他是买家里的东西，因为最近就是我开始买家里的东西，所以我才开始省钱说，买家里的东西要怎么省。那我再去找那种，就是他有那种一般，就是比如说小资女要如何省钱的那种小小的短片，我再传给你。谢谢。其实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买家里的东西。你很喜欢买家里的东西，真的假的？我就有一阵子，就突然有一阵子哦，大概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突然从。就是不会很想要买化妆品跟衣服，最近又很想要买衣服，但那一阵子就是疯狂的看家里的东西，然后就是自从那次之后就很爱帮家里乱买东西，因为我们家杂物偏多。我是最近真的就是超级爱买收纳，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搬，然后开始收纳，发现天啊，家里就是可以装很多。对对对对，我也是。而且我想说，我妈上班很忙，我就想说她没时间买。我上次去那个 Donkey， 我买了超级多那个什么。我妈说：“你为什么洗碗巾要买两碗两瓶这样子？”我说：“因为味道不一样啊。”我跟你讲，我最近也是在狂买。我最近没有狂买啊，但是我就是应该找那个洗碗机的那个。嗯嗯嗯。嗯。对，我们搬家，你家里有什么酷东西吗？我们搬家以后有那个有买一个洗碗机，然后还有一个电子衣橱，我觉得蛮方便的。对，谢谢萌萌，不是，谢谢萌萌，有一个三个月的智能，就是那时候打开我以为是冰箱，因为宝宝就宝宝跟我说那是放衣服的，是韩国牌的吗？对 ，L。放进去要折好，不是不要挂住，就是你出门回去挂，它会帮你怎么样消毒、哦？嗯，消毒。然后我们会买是因为就是我妈有就是会固定去医院要看诊，就是她有一个长期要拿长钱，所以她就是每个月变成说一定会去医院，所以她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搬家会买这个，就是因为就是担心就是那。回来以后
要马上洗那个衣服，所以要那个要消毒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整衣服，等那个讲声音有点大。你知道我这边有点荡掉的。那奥利伯昆虫是爸爸吗？嗯。奥利伯昆虫是爸爸吗？嗯。我爸好。干嘛突然那个有礼貌？不是，刚刚突然害羞害羞。我跟你讲，谢谢昆虫的香槟，爱。谢谢昆虫的香槟，谢谢国霸的香槟。为什么？什么意思？好啦好啦，我看一下。欸、可是我这一支真的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了。我现在这一支只剩下100浪花，我看一下100浪花可以送你什么。谢谢玉的香槟，哎，可以，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不给我？来，我给你。哦，谢谢，找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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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你不给我呀？嗯，可能是我比较乖吧，因为我就是省钱的宝贝啊。我有最近也有在省钱啊。好、哦，我们一起省嘛，我们一起。对啊。嗯，我们一起省钱。一凡的香槟。有看到一凡了，一凡，一凡，白一凡。欸、你这样吃，你会还有很想吃东西，可是不行，我现在就是在戒。你知道那天我只是吃了三颗巧克力，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竹妈回家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又吃了糖？”哎、啊，爱心。然后呢，竹妈，我就被发现我吃了巧克力。他说：“你吃了多？”我说：“我只有吃三颗，我没有吃很多，就是吃三颗巧克力而已。”然后竹妈说：“你再说一次。”我说：“我只吃了三颗巧克力而已。”她说：“你吃了三颗，你还敢这么大声说你吃了三颗巧克力？”我说：“对。”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吃很多，就感觉还蛮有体力的耶。你吃，但是要吃正常的餐啊，就是你要吃饭，你要吃蔬菜，要吃水果，要吃肉，然后但你又不能吃糖果啊。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养身体嘛，所以。就是竹妈那时候就是很不喜欢我吃甜的东西。我最近练习之前，我都会吃一个三明治，一个饭团，然后如果突然想要的话，会再买一个面包，然后一个热狗这样。然后就觉得啊，好棒哦！我跳舞都不会，就是很累了。你是蛮会吃的哎、欸。没有，我早餐吃很多，早餐吃非常多。我第一，但是这是好。爹爹，这两个人三分钟热度，不会的，我们一定可以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两周，宝贝，我们一定要破解他们这个很不对的，很不对的叫什么？偏见。我们一定要成功。好，我也会，我努力。我下礼拜一个礼拜花两张。不行，一张半啊，一张半，好不好？好，你要目标定半，然后你不小心超过才是两张。哦，好好好，我觉得我做得到。你要先定一个多一点点的这样，然后但是你要有给自己一个 range， 然后等到你比如说习惯了一张半，然后你就开始，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超出，有时候没有，但是你开始习惯了以后呢，你就要开始定，比如一张，但是你到一 range 到一张半。好，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你现在开始就尽量就是不要再搭小黄了。虽然，但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虽然还是很棒的选择。没错，一张千元钞嘛，对，一张就是一张，一张半，一张半的话就是1500。省钱最省的是 Mina 前辈。嗯。我最近会出门前把那个插头拔掉，这样子。
这样再讲吧。有耶、欸、超棒的、欸、我最近很喜欢出门之前把那个插头拔掉，很优秀耶、欸、我是直接用那种开关的那种延长线，然后它就直接关、啊、就很方便、啊、对对对，我觉得我下次要偷偷把那个电视机的也拔掉。电视机不要，电视机拔掉怕冰箱也怕融掉，冰箱不行，冰箱会坏掉。冰箱你可能会被国外打死。对，我突然想那件事，你觉得我很欢吗？什么叫很欢？就是很如啊，就是我今天被我的朋友说，因为老师今天就跟我们讲我们要考试什么什么的，就他就讲了一个，然后我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因为我就有点听不太懂，就一直问了，然后朋友就解释到，我同学就解释到他快要发火了这样子。他说你很如哎、欸、然后我就他就我就一直笑，可是我觉得不会就问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又不懂就问这样。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我之前问你，你也是就是解释到就是你感觉得说我是不是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之类的。那我不是觉得你问不好，我是觉得你脑袋打结了。你有听懂吗？你懂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然后你真的有明白吗？然后你就说有，我说没有，我觉得你没有明白。对对对对，那我以后就开启我的那个模式了。我刚收到一个，他说买收摊水果很便宜。嗯，但我平常没有怎么吃水果。哎、欸，你要多吃点水果，水果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虽然也是比较晚上吃啦，就是一样是就是六点前吃水果。我上次买了一袋水果，里面有苹果、凤梨，苹果、凤梨、芭乐，我就晚上半夜的时候吃、欸。哎。因为果糖的话，你肚子跟屁屁会变肥。哎，那我想要屁屁变，不是变肥，肚子。在变，对不起，太顺口了。我喝，太顺口，我喝饮料。不懂还要问啊，不过要看空间、时机跟对象。对，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就不可以一直问问题，这样的话就会被老师讨厌。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困扰。你在学校你就会被欺负。Hello， 玉超胖，为什么玉超胖是玉超吗？这两个腔公主是永远做不到的啦。哎，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卡通影片，是一个蓝色的公主跟一个红色的公主，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是在模仿什么？魔法星球，你知道吗？我查一下，有一个双胞胎公主，我喜欢霹雳娇娃。霹雳娇娃双胞胎，我打成双胞涛。我来看看，双胞胎公主那叫什么？不可思议星球的双胞胎公主。我没看过。你啊，我小时候超喜欢的，而且我有看，我超喜欢的。我超喜欢蓝色那一只，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所有的公主人，连哆瑞咪我都喜欢蓝色的。可啊，没有，我喜欢色的。但是我跟你讲，我只要是那种一蓝一红或者一黑一白，我都喜欢黑色或者是蓝色的那个公主，我都不会喜欢那个看起来明朗的那个。我永远都喜欢粉红色的。真的假的？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太爱粉红色，就觉得还好。霹雳娇娃是那个三个，然后那个什么珊珊、艾丽那个吗？霹雳娇娃跟校园娇娃是同一个吗？应该是，对啦，校园娇娃啦，他的卡通影片叫校园娇娃，霹雳娇娃是真人版。哦哦哦，霹雳娇娃是真人版，很好看欸，还有我刚刚想说，一度想说这个名字怎么有点怪怪。哎，宝贝啊，我可能差不多要关掉了，因为我手机现在
六趴了。我好像也差不多，国妈在等我吃咖喱饭，她站在旁边看我。你不是说甜点吗？喂，我还没吃晚餐。请问你的甜点怎么变咖喱饭了？哎，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有吃晚餐？你知道这个时间吃晚餐对身体很不好。我每次直播都是会直播完才吃，对不起。是没有，不用对不起啊，是因为你身体会不好。哇。谢谢一凡的枫叶，谢谢 Only 的果汁。好了，你赶快去吃饭吧，宝贝，我要先关掉了，我现在5%了，拜拜，再见，拜拜，爱你哦，啾啾。快关了。Hello 大家，今天是你们耳朵轰炸的一天。他的珍珠送来是硬的，但是我明明就点去冰。还没啊，再一下下好了。平安会。嗯。嗯。今天是国掉。他刚才他刚在我的衣柜里面睡觉。你现在怎么吃？并不会。你去哪？你想去哪？嗯。希望我礼拜五的课呢会准时起床。对，周宝宝一，周宝宝一，那个乖波号觉得变得好安静。还有一凡，你们跑去哪了？你为什么现在跑回跑突然进来？不会，你才是大笨蛋。欢迎，但是明天要拔牙哦，你要拔哪里呀？串门子。如果九点要到学校的话，然后又要坐公车上去的话，这样子需要花一个多吧，我大概7点要出门，7:30。希望会起来。大笨蛋主开到没电。果果动态照片好冷。那天是因为要有运动，我就想说，就是穿暖穿，就是珠宝，终于可以聊天了。艾瑞克，好久不见，你今天休假吗？嗨，猪宝宝，我刚刚都没有看到你们留言。谢谢艾瑞克的麦克风，我的最爱。没有，我出门只需要10分钟，因为我出门我去学校就是
睡衣加，就是我就是只要起床洗把脸刷个牙穿个衣服我就可以出门了，十分钟解决，也没休假，只是晚上刚好没事，所以今天是比较悠闲。谢谢江江送的文手礼，谢谢艾瑞克的告白气球。谢谢龙魂翔欸，我是不是不能为什么欸，我现在463，我再拿到一点点我就可以发500块的红包给你们，赶快发红包给我，这样就可以丢给你们了。赶快讲，赶快讲！25678，我现在多少了？我现在488488，来有488488，不要叫我酱酱宝贝，那我叫你耳机，嗨耳机，手机。我以为化下淡妆，没有，我很少会化妆。我今天是因为我今天起床就很慵懒，然后又很臃肿，然后就觉得说很想要画个遮瑕，就弄了弄才出门。你们看我礼拜一哦，我礼拜一好像也是，我是礼拜一播对不对？但反正我就是，哎，谢谢红包，叫我工藤新，好的，工藤新一。是哪里？是灵塔吗？谢谢灵塔。毛利兰是什么？我还差80，我还差12枚，我还差12枚都可以发一个红包给你们了。谢谢薰衣草，迷你桌宝贝在哪？艾瑞克，好久不见耶！谢谢谢谢，谢谢代吧。发红包！我不抢，我不抢，给你们抢，不然我手气会有点好。嗨，铁哥！我看看，是迷你猪，谢谢迷你猪。我没有看可能。瑞亚辛苦了，艾瑞克。感觉很久没有跟你讲到话了。我在喝珍珠奶茶加绿茶冻，它的珍珠好硬哦，跟平常不一样。
谢谢艾瑞克的麦克风，居然还加绿茶冻，我喜欢绿茶冻，又有一点想要咬个珍珠。七哥，你有什么看？妹妹，爷爷，给我抱一下你，爷爷呀呀呀呀呀！啊，真香！我开到，等一下，晚安啦，叫叫晚安。对不起，工藤新一晚安。所以我神推是哎哎哎，你去哪？你去哪？你别跑掉，你坐好。嗯，对对对，坐好。对，很好。嗯，很棒很棒。我的特效都跑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讨厌。我要想要去吃咖喱饭了，对，再跟你们聊一下，再去吃咖喱饭。不是不是，它的特效是还在跑，就是我按了它就一直在跑，但是它就一直下载不了，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快去吃。不要，想要跟你们聊天两下。卡利凡是国国语言，还在爱上。对呀、啊，这种下礼拜试试就要化妆的意思。我可以请问你们一下，如果修荧幕不是原厂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吗？所以果果不要听人造谣，说什么我推剧组。我不喜欢你啦，店长，店长，几千吧，因为我就想说，我以后拿我原本那台手机直播，还是要拿新手机直播，我喜欢12的画质，感觉好一点点，还是其实你们没差，多问多比。大家想说这只手机没有要干嘛，就是不想换原厂。因为我现在是省钱小公主，手机荧幕啊，对，你看，你看我的荧幕桌布，根本没差 ，iPhone 真的比较贵。我不喜欢你，请你不要跟我说话，欢迎你干事。我想要去看《咒术回战》的电影版耶！我的是我要修的是11，很容易修坏啊！所以吃了字幕，镜头再好哦，是这样子哦，所以只是我自己看的而已比较好嘛。那假如说我拿后镜头直播呢？我要先遮起来。啊！你们不要吓到我，这个裂掉不是我的。这个裂掉不是我的，我桌上好乱。这个裂掉不是我的荧幕裂掉，是那个，哎呦，好可怕 ！Hello， 是我的那个保护贴。这样有感觉比较好一点吗？啊，这样我就看不到你们留言。请问是在 Hello？Hello Hello， 这样画质会好一点吗？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在这边凸起来？哦，
这样子是有好一点吗？不行，我要放回来了。这是我化妆品在。低于720。哦，他输出出去都是一样的。新手机，我去查查时间。大材小用，哈，那我要拿，现在没有大象，因为大象跑不出来，那我还是拿我的11好了。那不然我下礼拜用用看这台波波看，会不看会不会那个荧幕裂得很夸张这样？我不是 Pro， 我就是11，500，好呀，为什么要裂荧幕？如果是裂下半部的话，我就不用修了，因为只是要拿来直播而已。上次不是播过，感觉还好吗？然后下礼拜尝试看看。我应该没有修电池，电池还过得去这样子。6000左右。6000几趟计程车。因为我的特效跑不出来。我也很想要拥有特效。哦，先用骨架好像也不错，还是我直接把那荧幕拔掉啊？那个镜头应该不会消失吧？这样是可行的吗？而且我现在的时候在这边拍照会同步到这里来，我在想要不要同步，这样应该可是应该也不会到多占空间吧？三个照片，这是昨天出门找到 AirPod 找到耳机很开心的我，水准有高有低，不要自己乱。哎，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代爸，你礼拜一是不是没有来呀？你礼拜一跑去忙了呀？那本来跑去哪了？本来就是被我放在某个袋子里面，我忘记我放在哪里这样子。你是破保护贴而已，不是啦，怎么可能是破保护贴？我是破荧幕啦，我破保护贴我拿去修改嘛。对，在睡觉，辛苦了。反正你查到了，去原厂换荧幕6090，好贵。今天第一次来，初次见面你好，我很像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那破荧幕你要怎么拔掉？就把它这边敲开啊，把这边敲开，它就会有荧幕了，就整个里面跑出来。一半价钱，不要暖额。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在打游戏嘛，然后老师那时候老师在讲那个开学的一些小知识，就是开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想说打一盘，就是老师走过来我们旁边，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那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就讲，因为他坐在我对面，然后老师就在他的旁边这样。我还是建议原厂啦，
买副厂就很好用。我再问一下国霸好了，他看看他觉得换哪一个比较好。但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要带出门的话，其实副厂的也可以吧，就是比较不会摔还是什么，就是我也不理解了。忍着不要换，其实是不是我是想要拿它来直播，不然我们礼拜一试试看，等着换新手机。我已经换了啦，不然拿去跟食人师爷，他以为换成有鬼嘞。镜头起雾，哈。哇，正看我的照片，你来看，这样看好精彩哦。只拿来直播用副厂是可以，是齁。那、哦、我换副厂的好了。我再翻我的照片。我又过敏，好讨厌。想起来了，原厂不愿意收。哦，有信誉的店家，越修坏。有一间在我们家附近，我之前蛮常去换，蛮常去换的，没错，就是蛮常去换的。那我再来问问国霸好了，但我应该会去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还不错。啊，会被掉包。那我要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丢包呀？不会啊，我的手机应该，我的手机应该不会有人想要丢包，是。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我猜想我的零件应该都排亮亮的。哦，评价高的店呢？好，我还想要去包。我的膜，把我的后面的荧幕，其实我觉得十一比较好看呢、欸。其实十一跟十二长很像，我觉得手滑吗？哦，被店家告知啊。好可怕哦！我觉得十二后面很容易沾指纹耶。苹果都照一下，
根本也不太一样啦。为什么它断掉了？怎么是断掉的痕迹？噔噔噔噔噔噔。天有差吗？其实因为你们的直播我已经计划了。哦，辛苦你了。就算人家再播也在这，我没有，我差不多要关了。十一有角度，我看不出来。小五宝宝跑去哪了？啊，不是要下了？对呀、啊，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们的手机会不会很伤啊？那你买一台，就是买一台，看三小时，那我以后就不要播三小时，那我。我是不是家买很多设备？那你可以用电脑看，或者是之前的手机，之前的手机呢？你看直播，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开直播，都很伤的，都是很伤的。哇，两边画不一样呢。随便，我只是想要玩一下。旧设备很可以用。模拟器是什么？看一小时就最适合，陆续换的试子。嗯，现在的手机都很会坏掉。都很会坏掉，还有电脑，还有什么是手机模拟器啊？哎，我想去吃咖喱饭了，让我玩一下眼线就好。好，来模拟手机用的哦。
嘿嘿，好玩了，我结束了，有嘿嘿了，念榜，好啦好啦，吃咖喱饭为什么要补？我刚刚就看到，就很想要画个两下，是没有为什么的，因为速度变慢，对，速度变慢就会觉得很想要换手机。小吴宝宝，请问你为什么一直跑走？瓜不是等他应该先吃了啦，但是我还是要去吃饭。哎呀，明天要上学。哎，今天要洗头耶。对，吃完饭就要卸妆，要去洗宝宝了。那我今天从十五名开始念，好好好，赶紧赶紧。今天的第十五名是200元的炸鲜奶，谢谢200元的炸鲜奶。第十四名是迷你猪，谢谢迷你猪。第十三名是猪猪，谢谢猪宝宝。第十二名是无料赌徒，谢谢无料赌徒。第十一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十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九名是琳塔，谢谢琳塔。是点琳塔吗？第八名是大件儿，谢谢大件。第七名是德全，谢谢德全。我刚讲第几名？第七名吗？我刚刚讲第七名吗？第七名是德全，谢谢德全。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工藤新一，谢谢工藤新一。第四名是玉，谢谢玉。第三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二名是代巴，谢谢代巴。今天的第一名是好久没不见的艾瑞克，谢谢艾瑞克，我试试破音，谢谢艾瑞克。您刚念我们班第九，对第九。晚安果果，你为什么逃跑？我问你刚刚去哪里了？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告白可乐王，可乐王是不是上榜了呢？没有错，可乐王成为了第六名。非常喜欢 TTP 的宝岛粉，你好，耶！我不喜欢 second hand 的，哦，巨型宝宝，店长，店长。不止破荧幕还破喉咙，樱桃猫，你很，我跟你说一件事，樱桃猫，就是呢，自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是脑袋里面是输入了你的名字之后，我每次想到猫头鹰，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樱桃猫，对吧？是猫头鹰对不对？但我每次都讲成樱桃猫。我说洗澡你信吗？你怎么就去洗澡了？好啦，是有点晚了齁。小鼠很讨厌，他不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我信。我就勉强相信了那猫头猪老师的，给我关掉。好啦，我要关了。好，那才说拜拜。猪头吗？猫头猪。这就不太一样。关播吧。好的好的，小吴宝宝晚安，德全晚安，幻影战士晚安，大剑晚安，玉晚安，樱桃猫晚安，大剑晚安，店长晚安，可乐王晚安，咩噗晚安，艾瑞克晚安，一凡晚安，姚晚安，戴巴晚安，黑流星晚安。
福福猫晚安，格乐王晚安，艾瑞克晚安，机票晚安，啾啾 ，Hello， 我要关播了，啾啾晚安。嗯嗯，阿翔晚安。咦，你是船长是不是？船长晚安，是船长，不是，是飞镖晚安，是飞镖对不对？志祥晚安。认错了啦，记得帮我外带一份。补当补大兔晚安，小白兔晚安，晚安晚安，小姐时间到了哦，拜拜，20秒，严俊佳晚安，果果晚安，啾啾晚安，志祥晚安，静耀晚安，静耀晚安。来了，下礼拜见了。5432还没有到啦。樱桃猫晚安，有都有说到晚安。时间到，肉身哥，小三晚安，19，3、2、1。Peace out! 晚安。